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很多糖友都知道，豆类是升糖比较慢的食物。无论是往主食中加入一点豆类，还是吃一点豆类的制品，都是对控糖很有帮助的。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种最适合糖尿病人吃的豆子，常吃益处很多。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富含蛋白质和纤维质，可以降低胆固醇，减低罹患心脏病和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它的高饱足感还有助于减重。这个神奇的豆就叫做鹰嘴豆。鹰嘴豆是有名的健身界网红，蛋白质爆表的它也深得素食达人的喜爱，因它的形状如鹰嘴而得名鹰嘴豆。鹰嘴豆属于高蛋白、高膳食纤维、低脂的食物，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丰富的抗氧化物质，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有以下十大的神奇功效。第一，可以改善贫血。补血不是只能吃猪肝或者是牛肉，鹰嘴豆就是植物性铁质的优良来源。鹰嘴豆含有部分的维生素 C， 有助于植物性铁质的吸收，对改善贫血有帮助。二，减少血栓。鹰嘴豆虽然它的脂肪含量比红豆、绿豆等稍高，不过其中 75% 是不饱和脂肪酸，能够帮助降低血液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适当吃对人体很有益处。另外，它还含有一种叫做谷甾醇的植物甾醇，能够干预胆固醇的吸收，有助于调节血脂，从而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一项发表于波兰医学学报的研究指出，鹰嘴豆可以降低血液中的发炎指标。由于鹰嘴豆富含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 具有抗凝血的功能，可以降低血栓发生的风险。三，降低血糖。鹰嘴豆是一种复合型的碳水化合物，可逐步的释放能量，不会造成血糖一下子飙高。另外，鹰嘴豆富含蛋白质，吃了以后有比较高的饱腹感，而且人体消化利用豆类葡萄糖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吃鹰嘴豆有助于稳定血糖。另外，鹰嘴豆它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铬，微量元素铬在身体中能够帮助糖代谢，所以对于糖尿病具有控制和降低血糖的作用。在食用鹰嘴豆之后，可以让身体中的胰岛素活体数量增加，增加胰岛素敏感性，而达到控制血糖、改善糖尿病的目的。一项发表于《内科医学档案》期刊中的研究就发现，糖尿病患者连续三个月每天至少吃一杯相当于250公克的鹰嘴豆，有助于增加他们的葡萄糖耐量，可降低罹患冠状动脉心脏病的风险。四，降低患癌风险。一杯相当于250公克鹰嘴豆就含有 36% 的每日间日叶酸摄取量，而适量摄取叶酸可以降低罹患大肠结肠癌和心脏病的几率。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叶酸对于罹癌初期具有保护的作用。五，降低胆固醇。鹰嘴豆含有大豆异黄酮，是一种可以降低坏胆固醇的抗氧化物。研究发现，一群健康状态普通的30到70岁的成人，连续三年每天都吃鹰嘴豆，他们的胆固醇降低的效果，比每天以小麦制品如面包和麦片作为纤维素来源的成人还要显著。六，辅助控制体重。鹰嘴豆是很好的纤维素来源，不止对于消化系统有益，还能提供高饱腹感，是减重朋友的好帮手。一项发表于《营养与食物科学》期刊的研究发现，跟完全不吃鹰嘴豆的人相比，以鹰嘴豆当点心的受试者的肥胖几率降低了 53%， 而高血糖的风险降低了 51%，而且他们的腰围平均减少了2寸。另外，每100公克的鹰嘴豆本身就含有4公克的蛋白质，如果再加上煮熟的蛋白质一起吃，蛋白质含量加倍，
不但抑制饥饿的效果更好，还能帮助你在减重的时候保有肌肉，减重成效更佳。七、提高骨密度。鹰嘴豆中含有丰富的钙、镁、锌、磷和维生素 K 等，有助于增加骨密度，强健骨骼。八、预防脱发。鹰嘴豆中丰富的锰有助于促进头发的生长，预防脱发。九、保护眼睛。鹰嘴豆中的维生素 A 能够促进眼睛的健康，其中丰富的锌还能够促进维生素 A 的转运，预防黄斑变性。十、年轻肌肤，减少皱纹。鹰嘴豆中丰富的锰和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对抗氧自由基诱发的皱纹，而其中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和叶酸则有助于减轻紫外线和毒素诱发的损伤。鹰嘴豆的食用注意事项。鹰嘴豆是最健康的豆类之一，经常食用能够促进健康。不过想要更好地发挥鹰嘴豆的健康价值，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鹰嘴豆过敏或者不耐受的人需要根据严重程度禁食一段时间鹰嘴豆。二、同其他的豆类一样，鹰嘴豆需要烹熟了再吃。三、不要只吃鹰嘴豆，也不要一次吃太多，同大豆一样，鹰嘴豆吃多了也会引起肠道产气增多，因此更适合配合其他的食物一起食用。四、加工水平越低，添加越少的鹰嘴豆越健康。磨成粉并不会损害鹰嘴豆的营养，比如鹰嘴豆豆浆、菜汤等，但加糖、油炸或者是加工成零食类的加添加剂等方式会降低鹰嘴豆对人体的益处。五、由于罐装食品罐子内衬经常会使用双酚 A， 因此食用罐装鹰嘴豆时需要选择无双酚 A 的类型。鹰嘴豆不宜生吃，只要是做熟了，鹰嘴豆怎么吃都没有问题。大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参考黄豆、绿豆、花生、板栗和土豆的吃法，搭配肉类、蔬菜、谷物，只要少加油和糖，不加添加剂，把鹰嘴豆加入日常饮食清单都有助于健康。鹰嘴豆价格便宜，营养丰富，目前鹰嘴豆为全球最受喜爱的食用豆子之一，深受健身人群和素食人群的喜爱。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请您点赞收藏，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谢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见。